大家在台湾有吃过伊朗菜吗？反正我是肯定没有。因此呢，当我在地图上搜索到伊朗菜的时候，我就不由自主马上进去了。那就请大家跟我一起吃吃看吧。各位，我今天呢要去吃那个伊朗的料理，然后我看到它有烤肉啊，有一堆东西哦。然后我刚刚走进来，我已经进到餐厅了，那一定要给大家看。你看他在的位置是别人的车库里面，所以他要从这边走好几个圈圈，这样弯弯绕绕才能绕进去。那当然话不多说，我们就来吃吃看吧。看到餐厅里面的布景，是不是就感受到了浓浓的伊朗风呢？我们马上来叫一杯伊朗波斯茶。今天来到这间伊朗餐厅哦，来点点看，因为我自己也没有到莫斯托克这边的其他餐厅去哦。然后他先上来一杯很简单的，这个是玫瑰花的茶。然后他很有趣哦，你看这个，他把他的糖是这样做一节一节的。好，我们就来喝喝看，我们先喝喝看原味吧。各位看到这个茶哦，刚开始喝下去的时候，我就觉得它就跟一般的茶一样。然后直到我把那个这根甜甜的东西加下去之后，味道整个不一样了。它喝起来就有一点淡淡，因为它上面加了一个小小的玫瑰花瓣，它就喝起来有淡淡的玫瑰花香。再加上这个，我觉得这感觉像是类似砂糖、麦芽糖那一类的东西。它的糖的质地是很绵密的那种质地。啊，喝起来就有带一种甜甜的蜜香哦，它有点像是玫瑰味的那种蜜茶，所以我今天点到这个波斯的茶，我觉得非常棒。因为我其实来这边很久，我也很想念家乡的东西，其中一个我最想念的东西呢，就是台湾的高山茶。接下来上了一道餐前小菜，有一道菜盘跟一道饼皮。刚服务人员哦，他们弄了一个卷，他就是说要拿这个卷，然后抹一些起司哦。你给各位看一下。哦、oh, you can use that. Yeah. What is this? No, no, here. Here. Yeah. Oh.It's for the meat. Yeah. Oh, thank you. 他说这个像起司这样子啊，抹在这边，然后可以切一点点这里的东西，像切这样子的东西放在这边，然后加一点他的这些草料之类的，然后这样子卷在一起，就这样。这就是他们的开胃菜。我刚已经吃一个，我吃下去的时候，因为我们一般吃起司的时候，其实起司都会怕起司会腻，但是它刚好很好的加了那个开心果，跟它薄荷的味道把它综合掉，在起司当中带有一丝清香的味道。马上来吃第二块。就是吃这个，这甜菜根啊。这吃起来，我不确定是不是甜菜根诶，但它的味道又更特别了。那我还吃一小块试试看。我觉得它是甜菜根哦。它放到里面，它整个加上这个草药的味道，层次十分十分的丰富。那我们接下来来吃吃看他这边的这个烤肉，我特别点了这个一串的烤肉，其实这不对，十几欧而已。那来看一下这个烤肉，你们觉得很美味啊？哦，对，我点的是羊肉，可是各位你看，
这个羊肉它没有，因为一般我们吃羊肉它可能会一条一条一丝一丝嘛，没有，这个羊肉很嫩，刚刚是有处理过的这种羊肉，然后它嚼下去非常嫩，看，它是很嫩的那种羊肉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我们来尝尝看它的姜黄饭。那它的饭就是跟感觉是跟印度那种，我们先吃吃看原味。我觉得这个饭煮得非常的到位哦。我在欧洲哦，很少吃过煮得到位的饭。那个欧洲人的饭啊，不是根本就没有，他们通常都是没有煮熟啊，不然就他们已经煮到整个都烂掉了。好，我们来加一点这个酱，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吃的，加加看。这是个甜甜的咖喱，我觉得它是有点类似番茄酱混合的那种，有点番茄酱混合咖喱味的那种味道。我觉得不到特别好吃吧，但我觉得味道还可以。但是我觉得主体是这个饭本身的主体够好吃，其实直接只吃这个饭也还非常好吃。哎，还是加一点点。各位，我刚吃着吃着就想到，我一直觉得这道料理缺了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哦。我后来想到的就是柠檬的，像你看这种羊肉，因为羊肉是会有香味的东西，当然这个老板做的处理已经把大部分的香味去掉了，但是呢，如果他可以加上一点柠檬来提香的话，柠檬挤上去，挤在这个肉上面，这样挤一点，然后再配上像这种洋葱这样的那种料理，清爽，然后再加上这个的味道，调和的非常非常好的话，就会超级好吃。因为咖喱最怕就是腻，咖喱类啊这种中东的烤串料理。那当然啊，它旁边有放很多的香菜这些东西，我们等一下再把香菜混合起来一起吃。像这样子，好，来啊，我们来吃吃看。我觉得加的那个菜的味道完全就不一样，它就变成一个非常清爽的料。啊，现在跟各位说一下，虽然我现在已经快要吃完这道料理，不过这道料理哦，还是一个非常大的分量。我觉得以台湾一般正常人的食量，肯定是吃不完的。所以记得要来的话，带你的亲朋好友一起来吧，两个人吃一道菜，再点个小菜，我觉得可能就差不多了。好，我手机电量快要没了，但总而言之呢，这个分量还蛮大的，所以我把另外的小菜打包了，当成明天的午餐。好，那以上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了。那如果有喜欢我看更多的地方，造访更多罗斯托克的美食的话，那一定要记得关注我。好，各位再会。各位喜欢这样的生活集锦吗？如果喜欢的话呢，下一集我将带各位去德国的啤酒馆，体验德国的酸肉和啤酒。各位千万不要错过。那最后呢，也别忘记支持我，让我能去更多的地方旅行哦。